大家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安全教育开始了。为什么不要玩气弹枪？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玩具枪，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，好威风好威风哦，但是为什么我就不能玩呢？你当然不能玩啦，这种玩具枪的名字叫做气弹枪，它是给16岁以上的青少年玩的。这种枪发射的是一种6毫米的圆形子弹，虽然是塑料做的，但是若打在身上也足以使人受伤。小朋友们玩这种枪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玩的话，千万不能用枪对准自己或者是别人，也要避开动物或者是易碎的东西。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安全，所以我想小朋友们还是玩一些安全的玩具比较好，不要去碰这种气弹枪。